接下来一一的，看我，一加油，一加油，加油！天一你要加油，因为你现在的对手是金佳颖，你知道吗？嗨，你现在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已经是小队长啊！我是小队长，对不对？对。简单讲，简单讲，一现在就是面对的就是金佳颖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你要加油。第四颗，压力真的好大。我终于觉得一完全为什么会改变呢？为什么？他是被那个欣桐跟小伟影响的。没有欣桐、小伟的时候，他就认真起来了。哦，因为有责任在身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们完全就是说知道原来只是要来，就是为了撞球，而不是来聊天。来第五颗，好，一加油，加油。这个圆岛难瞄，怎么跟那边的小扣一样啊？那就不要瞄啦，直接打就好啦。好，站起来，跌倒，好恐怖哦！我自己都觉得好恐怖哦。一加油。到底要摆哪一分？我不相信你能好运到这么久。一 OK， 我是靠实力，那是好运啊！拼三分，一要打三分吗？对啊，对，真的吗？一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那么运气太好，灌篮了！这一场玩爬进狗上。绕了一大圈呢，对啊，好，接下来是最后一颗了，来一，好，一加油，加油，一加油，加油！不要受伤了，他真的什么事都会发生哦。三分，哎呦一呦，三分了，嗯，呀，真的很可惜，真的。好可惜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心好痛哦，好心酸哦。嗯、来看看依依的表现，我还有机会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靠我了！加油！我好怕依依，也许就是这一次。对，真的哦。这一战成名太好了，一战成名哎。好，第四颗不能爬太高啊，一次爬太高会跌得很重哦。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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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！完全不受影响哎！一今天真的有队长的责任，那种责任在。哇，你现在的脑筋在想什么？你现在的脑筋想什么？我现在非常清楚在打球。对，专注在打球，而且你现在脑筋里面是呈现专注打球，其他都空的嘛，对不对？嗯，空的，你看空的。来，最后一颗，第五颗。一，你没有带进，你不会被骂，不要怕，这个是真的，我们就不会骂。加油！加油！插头一下，音乐就下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。恭喜你，过关！好神奇哟！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东西，你在做什么？过关是非常兴奋，抱都不会抱的一，我来我试给你看，你还抱，这个过关要很兴奋嘛，恭喜你过关，这样抱，对不对？好，我陪你试一下来，好，过关，好，好，来看看一六号是什么，二，好，这是20000块。